敢不敢带娃娃去理发店剪头？行，你带他去剪头，人们给你打出来。这一剪刀的事儿啊，剪完新形象，让娃娃们给起个名儿。走吧，看我的。哎，你好，剪头有吗？好，剪吧，可以。啊、你剪的话，128。是吗？行，对，能给孩子剪吗？孩子，可以啊。那是多大了？这个，你这不开玩笑吗？这不整不了啊。你给我剪一刀就行。那整不了，现在真剪不了，抱歉啊，真剪不了。我288首先剪了。你头上剪了我也整不了。我还说办卡呢，办卡您有什么想法吗？您，我先写一点。能可以吗，小宝贝儿？还是随他爹呀、啊，真黑。今天想你要个什么发型啊？中国发型。哎，这个我擅长。再期待一下，扶着点。这是什么手法？倒挂金钩，还满意吗您？会员卡号926，给他起个名字吧，这以后叫我儿子。